大家都说古香段穿死了人，敢问大家，古香段有问题，你们都是从何处听说的？程一部都在说，眼下整个洛阳都知道了，叶家二郎不也被府尹衙门抓走了？对啊，朱县尉，何时办案只听言说，不讲证据了？证据自然是有，穿死人的古香段就在衙门放着，所以我们才来找叶家管事的回去问话。那亡者的死因可有查清？叶家的古香段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还有待查明。既然你说了是有待查明，那就是没有证据了，无证拿人。这洛阳的府尹办案就如此草率吗？江二娘子慎言，洛阳城出了命案，府尹自然可以直接审理处置。叶家的古香段行销中原，我是从京城来的，京城有多少达官贵人都在传。如你们所说，古香段会穿死人，又不是偶然的事。那我想，不仅是洛阳的古香段出了问题，其他地方的古香段也有问题。那些城里的达官贵人们，若是真的穿古香段穿死了，这得掀起多大的波澜啊！这么大的一件事，关乎整个大燕百姓的生死，当务之急，不是应该查清楚叶家的古香段究竟出了何问题吗？今日这出看戏的地方是李锦找的，还是素国公你找的？有什么区别吗？有，如果是李锦找的，今日这场戏我演的是恣意畅快，可若是你找的，你怯场吗？我不怯场，每看完一场戏，你总会把我换到你的面前，一席话说的似是而非，事不关己，却又切入要害，点在关键之处，让我亏你，欠你。而你高坐茶楼，至今不露底牌，你只是想看一场戏吗？你是在对我发火吗？不行吗？那你骂的也太好听了。你查案时本就应该立于高处，青楼算什么高处？你就非要赢一次吗？那日你在青楼见到的人叫乌兰。乌兰，这名字不错啊。他是小桃红供出的同伙。十个小红都赢不了他，怎么办？不怕告诉你，我玩骰子这么多年，早就能用耳朵听出来点数了。你扛两句，让我炸醒我。该我犯忌了，你来摇。信我了。借你点运气试试。做什么？有点困了，提提神而已。你们金水镇可没有不许点炮仗的规定吧？开！郎君胜！你有这办法，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不是想灌我酒？哼，怎么会？你未免疑心太重。你气消了。啊！